瞬间挂掉。嗨嗨嗨嗨！我觉得我变胖。我觉得我变胖。嘿，幸好你填完了。不会啊，一定都可以填得到。虽然好像变胖了，可是体重变瘦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还好你填完了，原来你天天会去握手会哦。究竟这次能不能见到微入爽？究竟呢？究竟能不能呢？按下去竟然是吐的表情，今天你一边拆 CD， 超适合截图。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脸变胖了，还是因为我的刘海变短，看起来脸就变大。知道你妹不会去，太可惜了。干嘛坐在那边？酷奖，就是嗨嗨。Hello， 哎呦，刘海剪太短了，嗨大家，存到林一被亲的照片。谢谢卡丘的浪漫玫瑰。真的变胖，可是我体重变瘦了，我快要49了，开心啊！不是49，44，49是不是有点夸张？可是我觉得应该明天就回来了，明天体重就回来了，只是今天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体重计坏掉了吧。今天应该是体重计坏掉，所以比较瘦。听五十，49吓到，明天会暴吃的意思？不是啊，睡起来就会变胖的感觉。大好评。不好评。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介绍写49，哎，你说我吗？我不知道，哎，是吗？我知道之前我是48左右，然后我不想要就是看起来是谎称数字，所以我就进位了，这样子。我说以防万一就是写胖一点，不然到时候要检验的时候发现比较胖。对，要先写糖。没看到你吃糖葫芦，我没有吃糖葫芦，我不喜欢吃糖葫芦。就在干嘛？他在吃我的辫子。谢谢林一看显示，不会。林一计划中，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瘦了，不是吗？所以一开始不要写自己太瘦。手啊，多填了好几张林一。谢谢傅伟。怕被怀疑，先自己灌水。对啊，灌多一点，这样看起来自己比较瘦。结果还变胖就太扯了，真的不会变胖。每个礼拜两要怎么突然变很胖？哼！谢谢浪漫玫瑰。为什么请不到假吗？谢谢幼生 ，Hello 幼生，多写了保险的部分。对，为什么突然这么？谢谢金佑的小圆蛋。今天才准备开始填，不要错字，填起来！哎呦哎呦，刮起来！今天第几天啊？今天过了几天啊？过了两天。所以今天27号，谢谢大家的人气礼物，抽到神血开心。大家有抽到我的神血证吗？应该抽得到吧？大家要去唱片行拿货了，大家都拿很多是不是？我妈说她买了 CD， 她抽到邱品涵，被二单零一刷马尾。刷马尾杀到，谢谢。应该在一年我还是刷马尾。
找回根本大还伤，谢谢西西。全开完没开到零一，竟然会有这种事。买的都没有零一，那可能买的不够多，没有，开玩笑。现在边看直播边玩刮刮乐，那这样你们过年就不会想再玩刮刮乐了。过年那个彩券好像就赚不到钱。抽零一，十张没开到零一，可是有的可能没有推零一的会抽到零一吧，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都市传说。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新年烟火，下一波还有25张，谢谢。Hello 白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反正有特效，那就叫白龙吧。昨天跟圈外都室友介绍 TV， 谢谢。怎么念？芥菜。实际上有重音，谢谢天天。这特效，我完全没有看到他名字是什么，所以 Hello 白龙，都很兴奋。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可惜公司给我们的是什么都没有的 CD。 我的 CD 在哪里啊？哎呦，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18张什么？你说我的神写着吗？拼四单基金，真的吗？我觉得刮刮乐是一个会亏钱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赚到钱过。签账位好想三场全跟，签账位三场全跟，可是他离的时间还蛮长的，应该想要的话还是可以吧。自费买，自费买，好，自己买啊，300块，自己买。第一次看你直播 ，Hello， 你好。签账会有机会握手吗？他写签账会没有握手。小作业那天8张抽到3张01，怕爆怕爆！你要那些10张没有抽到零一的人怎么办？晚上好哦，没钱买妈妈周边，完蛋！这样就少买一本，少买一个单曲。哦，不对，我也是买单曲。贝雨林星，嗨嗨塔瓦哥，嗨嗨塔瓦哥。抽了3张 Mina， 恭喜你抽了3张 Mina， 这是我们的第3张单曲，看见夕阳了吗？嘿、yeah ，大家有发现大家这个礼拜都在宣传看见夕阳了吗？所以我明天会宣传看见夕阳吗？对，反光反光，夕阳夕阳，好大的夕阳，光圈，你也有序号，我都没有序号，我也没有序号，我也想玩刮刮乐。这是不是很麻烦啊？要刮那个刮号，要怎么刮？你们要怎么拿出来这个啊？这样，哎，这样拿出来刮，这样超难刮嘞！刮到心嘞！这样你们怎么刮？这样拿出来刮，然后再塞回去。好，收起来。这样要几秒？一分钟，直接拿出来挂。看见 SSKR 了吗？没有看见。请问我妈把我的小卡拿去哪里？她是把它藏起来。你想握谁？我要握谁？我都可以握，都可以握到。大户的烦恼，小户慢慢来。对啊，小户慢慢来，就是这样。然后挂挂，然后塞回去。塞不回去，塞回去是一个还蛮困难的事情。自己握自己，就是你，张雨林，不是还有拍到他这样抓他的头发的照片？拒绝张雨林，请张雨林明年克制一点，就个。每天只能一下这样子，收音好像有点好，收音怎么有点好？请问我的小卡到底去哪里？
好吧，被我妈 A 走了，不知道她 A 去哪里了。支持稳模什么样？明年克制一点，请张雨霖明年克制一点。不要再 kiss 啾啾了，明年就发誓，明年大家都要那个，就是禁止张雨霖，然后弄一个条例禁止张雨霖乱亲这样子。晚上好。补中。每次直播都会看起来没有化妆，所以要红一点。禁止吻膜调理，前天被青岛爬了，结束之后我就马上把口红擦掉，用搓的。没问题，谢谢。请离我远一点。我放音乐，我的垃圾车现在还不走。谢谢 Love。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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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要放《红龙柱》隔开雨林吧，用笼子把它关起来。第一个被出镜的偶像，对，谢谢玫瑰。谢谢一万个赞，你也请我去，你也才不要亲呢，才不要人。进 TVB 之前有有学过跳舞吗？没有哎、欸，没有学过。请问 QA 什么时候有？没有 QA， 好久以前有做过一次。假如说我的 IG 破两万，我再做一次。你救救你，我救不了你。多穿一点，感觉会少一位，少一位。我要，看歌曲。晚上好哦，嗨嗨，找不到音乐。TP 相推，大家推起来。今天只能看一下直播，结果第一次听到星星没有是在握手会，为什么是握？为什么是首都会？晚上没有听到，破两万的 QA 还很久啦，然后就会忘记这样子。再次看你们站上小巨蛋，就靠各位了，只能靠各位了。故意忘记母汤，故意忘记，忘记钱，忘记播。谢谢蓝色应援棒。下次什么时候直播？1月1号早上9点。早上九点，1月1号早上9点，谢谢。已经确定了，所以不会再改。对，表演结束就直播这么硬，对，完全忘记了。哥哥再见，天天再见。好早，对啊，我要1月1号跨完年之后，隔天9点起床。因为衣服很排版，你排啊，没关系，少看一次而已。人家升起我们直播，跨年在宜兰。
是元旦升旗吗？没有啊，那是什么东西？可以跟你讲日文？可以啊。要升数字军国旗，直播升旗？不要，我哪来的旗子啊？因为还要化妆，八点起床这样子。看完表演，隔天起得来。谢谢掌声鼓励。生完吃完早餐刚好看直播，早上升起真的、哦、没有在关注。谢谢佑生的人气频道，因为每次都直接睡到中午呀、啊，因为前一天在考你。快运晚会加油，谢谢。把升旗睡掉，每年都睡掉。下班直冲宜兰新园超速中，感觉要超久的。你们不要就是开太快，危险。消小过，有活动是吗？开完了20张，一张01，01只有一张。谢谢怀怀，请问怀怀的20张去握谁呢？谢谢 Lumi 的 Love， 都还没开，大家都不会想要赶快开吗？坐客运去应该比较快，20张01。你不是快买了？没有啊，还有一步啊，还没买，还有一步，有一点点这样子。调查张数，收集，现在这次怎样？一步350张，跟上次一样吗？思念的影片好可爱，谢谢。根本没得开，特别奖还没买。拜拜阿朵，阿朵。拿多的零一去换李子，为何？好啊，拜拜付伟，这次也是350，各部350，好像是佳吉感冒了，为什么感冒了？还在等到货，大家是货到就是寄到家吗？所以要等那个货运。谢谢吉尼州的枫叶，谢谢新年烟火，他感染新型病毒感冒了。新型病毒会感冒吗？还在等博客来有满额礼，什么时候会有满额礼啊？晚上好 ，Hello 亚马卡，犯偶像不知道。寒流吹风会感冒，真的很冷耶，今天蛮冷的，还在仓库躺。Hello 阿信，他是直接预购多一点，一次预购多一点，不然我来不及到。分两批35张，所以是70张，还是2批总共35张？Hello， 买了3张，2张我领1张西啊，谢谢 Lumi， 影响新型病毒。嘉吉祥会来台湾吗？嘉吉祥是不是现在是滴滴TP 推共餐？谢谢，这次不会打折。
比上次握多一点期待，期待今天冷到翻。听说跨年那天超冷，所以大家请注意保暖。太冷场不是滴滴的，是吗？加几声。谢谢哈瑞宝的玫瑰。跨年那天好像还会下雨，对啊，依然就是爱下雨，依然一天到晚都在下雨。还好我们的第三张单曲是长袖。谢谢人气宝泡泡。跨年天气怎么有点惨？不会啊，很冷很好啊，虽然在后台会冷个半死。谢谢神经啊，不要下雨就好了，下雨的话社长的摄影机怎么办。谢谢神奇泡泡。勇往直前没收藏到，难过。勇往直前我有一张。我只有一张。过年会很早上台吗？怕赶不上，这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表。对，谢谢人气卡。Hello 旅馆，单社长的摄影机，摄影机很贵，只是喜欢比所有人更多的人。加几场，唱片行都缺货了，想加买，来宜兰买，来宜兰买应该买得到。不一定啊，说不定宜兰没有进很多这样子。谢谢阿信的 love， 两张没有用到的握手券。最近一直轰炸皮包君都哭了，轰炸起来，皮包轰炸起来，对，我们练财。刚刚去拿货，发现架上没有现货。专心一意，请你相信我。好好，架上没有货，原来大家都去架上扫光。不行，光去就又扫了好几层。上次首都会被林可爱都不敢直视你了。没关系，握手会的时候就可以直视，因为旁边没有人。光花莲光能发行那天遇过的，还没到货直接被雷，被雷一波，刚发行就被雷。澎湖买得到 CD 吗？我不知道哎、欸。我去握手会已经买了机票，订完饭店了。谢谢加吉桑，加吉桑这次没有跟其他日本人一起来。效率，高效率。订的到现在也还没出货，哭哭，哭哭。以后，那大家推荐以后要买哪一间的预购才会马上到这样子。推荐一下。是因为大家是去拿货所以比较快，还是因为不一样？今天买专辑抽到平寒神仙，我妈也买到平寒的神仙。25号就先到唱片行拿预购，所以直接去拿比较快，早点订就会到了。早点订的问题，谢谢，期待跟你问。还有可能一起去梅隆，梅隆厂好久没有看到他出现。他们那天拿货比较快，看到你就收耳机，看到天天就是耳机。发行日定的话就比较慢。九五好慢不推，大家九五不推，
当天就有货了。等等，直接去光南碰运气。大家是不是把台北什么每间全台的光南都去透透？告诉他林毅说没有，好久不见。十六就定了。晚上好哦。我妈直接消失了，我想问她我的圣诞小卡被她藏到哪里去。25号到货就去拿，大家填起来。哦，我有看到什么，已经有数字，但是是90几。TDP CD 都会发抖，那眼熟的来了，这样。很多大户都在家家订，同时间订的就还没来，所以早葵是分很多家订。测试一下哪间比较快，给 A 走的。对啊，那个90几是从350降下来的，很快。这样是多少？250那张。请问我的圣诞小卡去哪里了？在家家店。为什么在你包包里？你为什么要把它带放在你包包里？刚去光南看，还买得到，恭喜！五大家家光南都很快。粉丝们帮忙我真的很热情，谢谢数字君，家里想要谢谢数字君。还有47，大家填起来，怀怀填起来，怀怀填了几张？是不是去握平衡？主播晚上好 ，Hello Skyline，Hello Skyline，Skyline 又出国了。圣诞小卡，零一纸笔，我的。我也是去光南买的，去光南买。毕业刚学，然后很认真挑你生日礼物，谢谢，谢谢微尘。自己的纸笔，自己的纸笔，我写给自己的纸笔。现在光南还有刮刮乐，纸笔好惨，面面的。面面是唯一一个没有钱的。西雅，还是西雅的，谢谢。纸笔烫金版就心满意足了。没关系啊，大家有买圣诞T的话，应该就会有去生日会就会有纸币啊，价值不菲，烫金的，亲笔亲手写的纸币，Stitch， 亮亮的，噔噔噔噔噔噔。小卡，先举起的，真的假的？开心，不是吗？都会有啊，生日会都会有。友情，写满了。纸笔小卡是我的，你们不会拿到。
噔噔，西瓜甜饺是想要，大家没有人来首都会，拿不到小卡，已经没有氪金，所以没有金色。好想当偶像，大家快点来当偶像。一般般哦，有拿到小卡，请假是首都会，就下礼拜跨年请不了假。肉，开启账号氪金，都乱画姐姐的歌词，没有啊，谁啊？全部成员都有，只有我的啊，这是给我的，你看，累积，这是限定我的版本。所以オークション，当 staff 上不行。林姐，林姐。现在残酷了，是圣诞节限定小卡，以后不会有了。佳丽，阿潘。我是说没有，你们永远收不到。阿奇，好哈喽，抽屉全套，全套签名，噔噔噔噔噔，签唱会，签唱会，大家请来签唱会，虽然应该不是金色的笔。说不定会是金色的笔啊，这小卡全套也太强了，限定小卡，羡慕一波。看起来很冷，很冷。彩色的可以吗？不行，彩色的太难了。氪金会变金色吗？要加钱，加钱变金色这样子。只好签唱会全餐。冷一波，我的脚超冷，没有穿袜子。金色小卡收集完是可以召唤出什么吗？召唤出什么？可以召唤出什么？不能召唤出什么？你可以把它贴在墙上，表框。
我的一双袜子，这是什么袜子？我穿袜子，穿不到。哎，紫红老师，你可以让紫红老师认识你。穿不到。跟大家介绍我的袜子，圣诞节的样子，脚好冷，我的脚在发冷，脚趾头冰冰的，赶快穿起来，太冷了，不行，受不了，怎么这么冷？今天怎么这么冷？一想到我们跨年要穿那件制服也蛮冷的请问今天是寒流吗？哎呦，断裙啊，对，在高雄的你难以想象，你说难以想象今天这么冷，没看到我，哎，跨年冷到爆炸，看这边也是毛毛，我的腿，腿很冷。妈咪啊，姑娘的饲料没了，还没有水，她吃的超干净。啊，她去哪？她姑姑来当暖炉，迅速穿暖。然后隔天直播就会发现我感冒这样子，啊痛，痛到脚，偷黏暖暖包，多喝温水。把脚包起来，我刚刚晚餐吃烧酒鸡，我妈的爱好，烧酒鸡。谢谢聚光灯下打 call。哎呦哎呦！元旦直播好意，2020的第一天要直播啊！日本人都靠着过冬，可是这样放的房间就没有位置。酒的部分嘛，我刚刚讲说不要加太多酒，因为这样我就不能喝汤，太呛了。谢谢朱颜的浪漫玫瑰，谢谢 Skyline 带你去流浪，谢谢 Skyline 带你去流浪。要看林怡，我不想起来。明天喝酒会醉，我还没18岁，明天就18岁。谢谢真真的 love。喝米酒不会醉。这背景音乐是歌点，对啊。谢谢真真的 love。看见明天了吗？现正发行中，明天在这里。大家有好好的打开歌词本看过吗？有没有炉子？没有哎、欸，歌词本。都在刮序号，欣赏完才开始动工。哒哒，请一秒找到林一在哪里。一直赖的歌不是哎、欸，这是那个 Masato 的歌，盛川真斗，请一秒找到林一。
谢 Skyline 戳戳你。中间很好走，中间很好走。没问题，我也想要体验刮刮乐，我都不能玩刮刮乐，太可恶。我想要刮刮乐，可恶。感觉我会很欧，你说什么很欧？刮刮乐很欧，我没有欧过，刮刮乐从来没有欧过。我妈已经买了一张，是想要一个代工，帮你刮，千张会带一张给你刮，可是千张会是带前面那里，是带前面那一张，不是带后面那一张。在右边变好难刮，有是比较难拿出来吧？你说这样不能这样刮是吗？因为它在里面。台湾的东边，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看夕阳。对，我要在西边才看得到夕阳。可是讲，你为什么要躺在那边？我要收起来我的脚了。再看十张还是没有零，为什么？那你到底都抽到了谁的？刮到海天序号填到怀疑人生，不讲，不讲。不讲，出来一点，出来一点。为什么要躲在里面？看见晨阳了吗？看见太阳，看见日出了吗？另一首都那张开到另一定是，你还记得是哪一张是我给的吗？喷了两张小弟，给你刮花了，这样就不能用了，不是吗？不要抓我的外套，会坏掉，裤脚。你的指甲真的很尖耶，酷酱。现在是穿睡衣吗？对啊。臭啊，臭！臭死了酷酱！不要再咬我的外套。第二批来就没有另一天，怎么可能会没有另一天？谢谢坤坤的喝香槟跟喝香槟喝牛奶，谢我家的加减窝，剩下33张糖，噔噔噔，99牌。手上20张全天零表示抗议，投抗议。谢谢 K
班长的 love， 谢谢艾文。为什么请好假了吗？下班去领，还没下班，还没下班。等等你。刷新记录，没有，开玩笑。就讲，出门去爸爸爸爸小虎喵，第五部剩33章哦，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有看到99章，我看到的时候是99章。我的外套很臭，要拿去洗。这是你的嘴巴，你嘴巴真的很臭。还不回台湾，甜了再说，甜了再说，直接逃离日本啊！你又抓到我的外套了，姑娘，真的是哈！谢谢新年烟火，大家边看直播边，外套破了吗？没有破啊，但是就是很臭。外头很臭，你嘴巴很臭，跟我讲，不要卡在我衣服上。那一张没剪到尾，没剪到尾啊！你说99章的尾吗？干嘛、啊？他剪你指甲哦，指甲这么长。哎呀，嘴巴很臭，不要咬我的外套！哭讲，哭讲，哭讲！一边舔着，一直看到林一的数字一直下降，不是很好玩吗？看到那个数字一直下降，就会想要把它归零。如果是我的话。他等一下感觉，他等一下下一秒就会往我的脸上打。不要抓我脸上那一根好不好？你要抓就抓下面那根，不要打我的脸好吗？好吗，先生，不要打我的脸。他刚刚抓到我的嘴巴，很痛。什么东西？看不到，看不到。靠人吃饭，说好不打脸的。被林林猜中。上次的应援手势有一个地方做错，哪里做错了？他嘴巴真的很臭，可不可以在他水里再多加一点？谢谢枫叶，走过日本的，不是，是台湾人，宜兰人，当然不是普通的臭。什么有饲料是比较不会嘴巴臭的饲料？往第二步下手，第二步 go。看见夕阳了吗？别听直播，没有啥，没有啥呗。
我只是说很久没有看到梅亚桑。就是我看见头发，对啊，一看见头发就会毛起来抓。你那边有这么冷吗？很冷欸，我里面穿短袖。我的手现在还是冰的，就是不是热的。现成逗猫棒，不要，不想给它当逗猫棒，会被它咬到烂掉。喝点温热水，晚一点再喝，晚一点也不会喝。哥讲，请你多喝一点水。嘴巴臭，取暖热，他现在根本不给我摸，好吧，他已经发神经了，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来姜母鸭，他在吃烧酒鸡，不是姜母鸭。就是会打你，对啊，就是刚刚打我嘴巴，他刚刚打我嘴巴。听过新型病毒了吗？还没。我不想听我的新型病毒。唱星星民族不要，唱星星民族。某天如果真的要表演的话，自然就会唱。首都会现场就有听到，可是因为蛮小声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听得很清楚。要等某天啊，某天自然就会听到了。择日不如撞日，绝对不可能的啦！现在叫我唱什么的？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QQ。差几个字，我有差几个字吗？没有啊，我刚敲完。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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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略过。音乐太吵，回避，直接跳舞。
对啊，假如说我拍子没有抓对，他就直接开始跳舞了，他就直接开始跳舞。错过了，边跳边舔吧，错过了啊，错过了，已经新型病毒感染到一半，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别人了，错过了可能会爆的。中了新型病毒会有哪些症状？会有哪些症状？这是 only today 吧？喜欢那边。当场折腿，直接第五步零一，喜欢上别人，我叫做别人，咩那个，居然有看见夕阳了吗的钢琴版本？对啊，阿 K 弹的。阿 K 弹的，大家快点去看阿 K。Mina 是吉他版， Mina 吉他版，帮你拍照啊，不行啊，不行，帮你拍照。看见夕阳一波，酷奖看见夕阳一波。一点不情愿，哎，宣传一下可以的，帮我们宣传一下 CD。哎，酷奖，来，哈哈哈哈哈，我这个有 screw 哟，哎，收进去。他一点都不想要帮我看见夕阳。请问没有对到焦，没有对到焦，鼓掌，鼓掌，车底下宣传，对啊，鼓掌，他在咬我的 CD。 他很不耐烦。哭腔，他帮我宣传一波。他帮我宣传一波。
传播。大家竟然说他可爱，是不是太奇怪了？你继续睡你的，请他继续睡他，我不吵他了。拉一下衣服，久久不到的时候是蛮可爱的。好，应该是蛮可爱的。谢谢佳吉的乐 ，Hello 刷圆，变金花。你累了，鼓掌。鼓掌，我累了。久久不可爱，臭，臭。暴风速度中，真人暴风速度中，考你们音打速度。弄起来的时候也蛮可爱。比如什么时候？没抓到。打脸的时候，刚刚被打脸了，被姑讲打脸。这是什么？丢！速报第五部完售哦！竟然，可恶，我看不到。压CD吗？不讲。CD。再看第三部，不会还要两部都买再说。第十二届最可爱，二届出现了，二届出现了，太好，有塞到一点。提供序号现场查，爆速爆，捡到最后一张，恭喜胜文。谢谢傲江的 love。什么态度？开第四部啊！我帅人，结果有自己的来不及填，只有填到一点点，什么还找回还没填哦。是谁让你只填了五张？是谁让你只填了五张？谁让你填了五张而已？看到剩两张，赶快填，剩一张。耶耶，握零一，握爆！怎么了？除了我，谁欺负零一？除了我，谁欺负天天啊？躺在零一腿上，对啊。然后又咬我的头发，你握力惊人。我好怕我把你们的手握爆。对，因为大家的手其实蛮大的，然后又很怎么说，又很细，所以我很怕一捏下去就会断掉。咬到凌晨，他都在听。真的、哦、Skyline 凌晨都在听，然后他今天还出国，全都在舞步。Skyline 去哪里啊？捏你捏你，来我就捏你。睡了三个小时就去搭飞机，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天第五部傻眼，博汉傻眼一波。握宝握宝，真的，他在日本。
填了第二步，填了第二步，第二步也可以啊。还是大家第二步时间不行，对不起，大家去跪溜溜球，跟圣文跪溜溜球，溜溜球很痛的感觉，比算盘还痛。被你一捏吗？你就走过来，然后说你一捏我，我就会捏你。但是不要讲零一掉，我不会掉。等着天零一加开的币，那要先两步都满才会有啊。加开第六步，第六步是什么啊？二三可是不一定啊。尼玛尼，只有天天比较好吗？其他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讲。真的会捏，不就这样就好了。等第四步。wink 我，不要 wink 你。你给我肩摔，不要！希望这次桌子不要很高，这样手肘就不会受伤。有啥好骂的？天天二戒，天天欺负人。要骂甜到凌晨的人，为什么要骂甜到凌晨的人？原宿のラテアートのお店でレジ書いてもらったよ。見ました。見ました。すごい。天天さん、在你旁边。为什么？真的吗？桌子三木线是不是很困难？要零一的三木线是不是很困难？假如说桌子很低的话，就办得到。重点是桌子太高了，桌子就在你们的这边了，我要怎么下去？我下去就没有人看得到了。你要着急，你着急天天早上才在嘴炮说要下架零一第五步，结果就希望这次桌子不要，希望桌子这次不要在这里，真的握不到。希望跟一单的时候差不多，大概这样就好。哒哒哒哒哒哒。热好可爱，谢谢。今天没有吃播，今天吃完才播。写信跟 staff 翻译桌子，现在就写信吗？可以试看看。穿高跟鞋就更有上目线。卡丘穿高跟鞋就可以看到上目线。谢谢初心者徽章。楼下的猫在吵架。听 Only Today 认真觉得很适合拿来编小朋友营队的早操。为什么？是哦，早操吗？踩高跷去好了。高跷会不会不能携带入场？谢谢初心者徽章。早操这个歌词很烫，你可以用没有人声版。今天学校有岁末联欢吗？没有哎，岁末联欢是什么？还好我够高，不用踩高跷。副委很高很高。渣男。让我再终于发，了解。别轻易忽略。早消失不见，时光没办法倒流，那快乐没办法重播。对对对，怎么样都可以，只要写下那些彼此的名。可是台子太高了，你怎么样都无法上目线，所以你要比桌子还高。自分のインスタにも投稿してるからよかったら見てね。はい。这首歌刚听的时候真的蛮多疑问，我也蛮多疑问，有种脑筋急转弯的歌词。你冷吗？蛮冷的。对了对了，前几天那个奥古丽丽上的生日
在他的 IG 底下留言，然后他有回我，所以我很开心。从天而降，从天而降，请带个翅膀来。感冒了，新型病毒。谢谢蓝色应援棒，小苍伟是另外一个，是小丽友谊前辈。谢谢傲奖的 love。まだ届いていません。完売しました。まだ2がありますよ。请拔队。大少爷，谢谢。比你大一岁，谢谢。找不到海报，算了。希望第二部。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の？間に合わなかった。看过歌词在听 Only Today 都快哭了，是想要给恋情一个美好收尾。哒哒哒哒哒。明明一开始没什么特别，甚至有些小脑筋的感觉，只是尴尬点点头，随便的敷衍，善良体贴。话说什么时候要更新声优介绍？没有想到，还没有想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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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越这样越无聊，可就这样命。谢谢盟主的 love。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忘东忘西，都怪你。对对对。找个帅站不上边，只是不能一百次不见，或许因为从不曾遇见，才会和无眠依然你清澈的双眼被光线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察觉不太多，一逃不掉制约的锁。没吃到饱，好难过，好难过。我听说日本没有吃到饱，好难生活下去。带有新型病毒的你，抱怨的不像自己，越拖越严重，全身疼到不行，仿佛快窒息，脑袋宕机，剩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绝对不可能的。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柯江了。在日本看好像要挂 VP， 为什么？谢谢蓝色应援棒。
说什么都惋惜，都怪你。恨不说什么都惋惜，都怪你。对对对对。谁要当猫？谁要当猫？这个速度哎，什么什么速度？直接人生胜利组，都怪九九，怪九九，缺猫吗？不缺。他现在在发毛病。想抛开一切，到一次山洞的海边，我就是站点，下了水感觉，海风轻拂过我的侧脸，咖啡放进外套口袋里面，我祝他体会温暖的滋味，一个剩下我们的世界，会不会一堆人改名叫球球？不要这么兴奋。你的弟弟弟弟，请原谅我的不成熟，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你是最爱的你。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只要有你。随着吸引，统统沉入海底。我太自以为，忽然间任性的来电，当恋情完结，被遗忘之前，被交别，白白的浪费。此刻我才终于了解，现在是名古屋肥宅，为什么？时光没办法倒流，那快乐没办法重播。今夜隐隐的作痛，哒哒哒哒哒哒。只要有你，只要天空上那些彼此的你，把梦捞起，看日落，然后我和你今天而已。只要有你，然后就让我带着专属的亲密，随着黎明推到朋友关系。任何语言，静静的陪伴在身边。身旁的世界，爱的雨水，不同沉入海底。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一起在笑那些彼此的你。把梦拉起，看日落，然后我和你今天而已。只要有你，然后就让我带着专属的亲密，随着黎明。何音是谁？何音老师。人没有歌了，随便放。粉丝见面会玩得开心吗？玩得开心啊！谢谢有声的蓝色应援棒。
看看能不能再见到你。拜拜，阿信。いつもと道も走る自転車、立ち拭きの汗が揺れる9月のそよ風、休みの愛あいつにいたら。第一次看直播，想听听林的自我介绍。今天的泪结合，可爱哟，可爱。それが恋だと分かっているけど、目前生日会还有三张票，工作人员传的，所以大家生日会可以去买，还有三张票，他说的。他说有直播的人可以宣传一下，所以我宣传一下。请问有人还没买生日会的吗？他说可以去买一下。我们就是出单曲，你可以跟那个讲一下，提前谢题嘛？谢什么题？要说出来。不是啊，啊他说剩三张可以买，不是吗？他说剩三张可以买啊，所以大家还没买的可以去买。当然甜灵一样，当然甜灵一样。愛しくて切なくて、恋もできなくて。愛しくて切なくて、僕は苦しすぎた。姑娘，你闯祸了！你把你的水洒出来了。mini mini mini 什么？蟹体是指 mini 什么东西？剩一张，直播了一张，玉凡直播一张，尬起来的罐头，恰恰恰恰，いちご banana combo，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キウイピーチアボカド。目と目が合ってピンときたのよ、恋が始まるって。ママまでとはどこか違うよ、胸がキュンキュンするの。想跟谁唱这首歌，有机会唱多好。悔しいよ、ああ、甘
のいい香りがする、ちょうどキスしたくなる、そこに紛れてる、私はアボカド、アボカドじゃねえし、アボカドだし、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这首王子很爱看，很爱唱，真的吗？王子喜欢唱这首。哭江，不要再把你的水洒出来的哭江，你真的是想被揍是不是？爱气的也算是。让他要破要破的高音，我也要破要破的。阿婆，見た目可愛いよね。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ちょうど好きだかな。そこに紛れてる。私はアボカド。アボカドじゃねえし、アボカドだし。チコバナナアボ。圣诞节去哪里了？去法首都会。为什么是洛里？阿波嘎，阿波卡托，阿波卡多。甘い香りがする。メロンチェリーオレンジ。ちょうどキスしたくなる。そこに紛れてる、私はアボカド、アボカドじゃねえし、アボカドだし、近い。我想说台湾艺人王子也是粉丝，哈哈，另外一个王子。蓝色应援棒，ひどごみの中で泣きなよ。にじむ街、溢れる涙。幻想は君に優しい。別れの日がついたことくらい分かってたはずなのになぜ辛い。本当は好きだったんだろう。恋だって認めなかったフィロー。強くても心は丸見え、沈んだそうな声もレルラビュー。谢谢谢谢牛排的蓝色应援棒跟荧光棒。Hello 瑞晴，连不。怎么变大叔音？因为觉得刚刚有点太高了，所以就降了一下 key 这样子。Hello， 彩虹花。这边不会唱，所以跳过。直接降八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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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st the longer, just against the longer. Today, no sadness, no worry, go.強くなれたらポムポムプリン、こんばんは久しぶりです。君にも見えるグリーンフラッシュ、谢谢传奇小鸡请大家记得要填写生日会的问卷哦，谢谢。さっき君が言ってたくせに、いつの間にか僕は一人に語ってる。でもシチュエーション。又传讯息了吗？对。好きになると居ても立てもいられず、誰かのこと待ってる間、僕が必要なんだ。歌詞很可愛お元気で。君が夢に立つしても、事出搞不好就是没写问卷，是吗？大家记得要写问卷哦，工作人员会很困扰，请记得写问卷。怎么学日文的？唱日文歌曲。先唱罗马拼音，然后再看日文歌词，然后再看着日文歌词唱，你就会学到汉字怎么唱。ヤバい、好像没填问卷、快点填问卷。マモ、什么マモ？什么マモ？刚刚那个铃声是マモ，对。谢谢年度选票。以后抽位置都不敢看，怕飞。可是这次应该是零一抽，不能不看，不能不看。
你的长发是天天洗吗？冬天的话可能两天洗一次，冬天很冷。暗い鮮やかな真っ青な海と晴れた空も太陽から逃げられない、いつものグループみんなで渚で騒いだアベキュー、あいつとかのはいい感じだね。僕あなたが良すぎて冗談ばかり言ってる、真面目な顔をバカにするだけでなんだか恥ずかしくなる、ハッシュタグ好きなんだ僕はつぶやく。頭髪那么长，洗还蛮久的。開けてみた料理の写真、誰かの影、さりげなく片思い、现在才 Skyline 的蓝色硬棒，都听什么这种歌 ？AKB 的歌，因为学舞很快，还好。感觉林五感很好。五感特好的关系，什么五感的？五感是什么？疯了一半。想要剪他的指甲，可是我觉得好可怕。会听韩文歌吗？会啊，最近还好。舞蹈的领域领悟型，直播到睡着机，你说这样吗？我在看他的指甲。ヤジ好きなんだ、大好きな人とな、うん、他在打呼、他又在打呼了，他的日常就是要睡觉要打呼。也没空去，谢谢，辛苦找回了。都不能去，谢谢大佬喝茶。
首会有甜到吗？第五部五张，那第五部的票都，第五部的券都去了哪里？歌詞を歌えるんだ、すご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りげなく目を合わせて笑いだった思い出せたよ。ケラケラケラ。なんともただ笑った。果果在吃饭卷，天线那里吧。谢谢蓝色应援棒。其他的甜，第二部，我在捏裤匠的肉球，只有他睡着的时候可以捏。特别加入手绘，2月29，哪有可能自己发音长啊？现在的林依卷等你，为什么卡丘要等第三部分？这是我的新定义，不可能。造型都不一样，来都来，这样我要有三次不一样。假如说真的有，一起拼出第三部，早推开一步，全卧怕爆卷。你说第二部全卧。排队都不知道要排多久。其他抱枕就算了。第三部拼接 Skyline 睡三个小时不累。抱歉帮你说，帮你握，抱歉帮你握。先握卷多的，抱歉也要选牺牲少一点。不要抱歉。全部加几场，全部。天你腻了没？抱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填了很多，但是他没有握到，没有在时间内握到，然后那些卷就没有用了。想吃全部，邀请我赢，谢谢。応援し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もでもの涙か。違います。
面張力。涙の表面張力。有些粉丝抱拳。对啊，好像蛮多人抱拳的。谢谢傅伟的人气便当。谢谢人气泡泡，加时也没错，跟小晴同样的发型，真的、哦，他蛮常绑这个发型。谢谢博翰的年度选票，只有你一个女粉，应该是不会。真不期待。名字记得差点爆掉。阿华太假发，阿华赶快戴假发。谢谢真真的浪漫玫瑰。頑張りましょう。ジャージさん頑張りましょう。嘿，你有画面。建文应该是平头，为什么是平头？剪头发，绿色牛仔裤，绿色外套，绿色衣服。就是桌子还是那么高吗？我不知道哎、欸，要到当天，可是还很久，不知道会不会改。偷到进去下令营，所以是平头。先来念排名。今天的第十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九名是。看见夕阳了吗？志伟，谢谢志伟。第八名是早葵，谢谢早葵。第七名是小虎喵，谢谢小虎喵。第六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五名是金佑，谢谢金佑。第四名是夜市冰泉，谢谢夜市冰泉。夜市冰泉都没有留言的。第三名是坤坤，谢谢坤坤。第二名是透露奖，谢谢透露奖。第一名是 Skyline， 在日本的 Skyline。レジと話せるようになるには何語を勉強すればいいの？中国語？日本語でもいいです。大丈夫です。你跨年表演加油！表演加油！阿华好年轻，阿华好年轻哦，十二岁。嘉吉上讲台语，我可能听不懂。なんて零一なんだっけ？零は。中国語というと零零一レイと私の名字と同じ発音なのでレイ一は桜の意味桜は中国で言うと樱花樱跟一都似てるから一ゼロ一
的 nickname です。日本語で言うとレイチです。珍しいです。大家请支持看见夕阳了吗？第三张单曲，或许会到2月28号。谢谢丹舅，谢谢要在这边刮刮开序号。需要中文才能，又要发文，我不是发过了吗？我发过中文，但是我没有发日文。台湾外就回来，看来是应该是来得及。握手会到2月28，握手会可以填到2月28。长知识了，所以你很漂亮，很像樱花。我像樱花是什么个意思？樱花长什么样子？樱花粉红色的样子。OK， 知识填到2月18哦，填到2月18号，大家还有2个月。谢谢 Kiss 啾啾，谢谢凹奖。需要双语旗下的介绍，根本没办法，太难介绍。因为樱花 Sakura 跟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Sakura 跟一季没有什么关联。好像刚刚发被填完，先填了5张。北原神吹第二部也可以去啊，圣诞梯也是用樱花画的，对，期待你们赶快收到圣诞梯。今天的假面，今年的假面骑士，他是叫雷吉吗？他应该不是叫雷吉吧。没填到 JO 网第二部也会填，应该也是5张。填了10张，谢谢西西。用罗马拼音就有关，仮面ライダーレイチ，仮面ライダーレイチ。荔枝，对啊，蛮多人讲过的。还有，なんでおはよう。朝配信お疲れ。今は夜です。好想赶快拿到单曲，给你，给你单曲。辛苦了，先说晚安，晚安 ，Skyline。刮序号后就没睡过。1月6号几？要1月6号才拿得到是吗？谢谢，架子说，不客气。AKB48 に興味を持ったきっかけって何？昇格、昇格生の時、あのアニメが好きで AKB0048 を見たら、あの好きになって、あとあの時は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が結構人気、台湾で人気なので、あ、ちょうど見ましたが、渡辺麻友さん
のファン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今も AKB48 のファンです。这样的话真的蛮久的，天天入坑。对，谢谢，掌声鼓励。日文上手，我日文不上手，我就没有借口不学英文了。看来又要说拜拜了，对，要九点了。レイズの日本語力力とても優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的逃避英語用 AKB 成長然後兩邊都爛感覺很難逃掉，至少可以靠這個拉一點。對，现在还是要努力这样，加油，威尔松。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最讨厌英文，最讨厌英文了。英文讨厌一波，讨厌一波啊！讨厌一波英文。跨年加油，14签唱会见，签唱会见。加油打工，加油打工，加油打工。还伸懒腰啊你，还伸懒腰啊你，哭奖！谢谢小杰的新年烟火，纸笔抽奖。谢谢新年烟火，还好久还好久。Nice to meet you。晚上好哦，要结束我的直播了，翅膀硬了，播到几点？播到九点。今来たばかり，そうですか。兄弟がありませんです、兄弟がありませんありません。晚安，辛苦了，拜拜。才高美，拜拜，辛苦了。握手券刮起来，拜拜。谢谢大家第五部，感谢各位的支持。明天会发看见夕阳了吗的影片，谢谢各位，拜拜。还是一直关注你，谢谢威尔松，拜拜。为什么俊颖有彩色彩虹色的勾勾？突然看到彩色的勾勾。拜拜，拜拜。彩虹公公真好，彩虹公公真好，拜拜。12月31日见，下礼拜二见，拜拜。